恳请所有支持家俊以及民建联的朋友都出来投票，将你神圣的一票支持五号候选人穆家俊老师。呼吁大家在12月10日区议会选举出来投票，支持今日我首都家俊。我不能否认老师的精神正确，我们中华党候选人首都和首都服务安享五年，热心服务街坊，重视民生。我黎仲国对黄首都非常肯定，希望大家在12月10日区议会选举日出嚟投票，支持新民党，支持黄首都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民党主席容海恩。首都的选情非常严峻，首都的选情非常严峻。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请大家投三票，当然支持，请各位。请大家投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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